近日，好莱坞影星威瑟斯彭冲着警察耍大牌的一段视频被媒体披露出来。上个月19号，好莱坞女影星瑞奇·威瑟斯彭在美国亚特兰大和她的丈夫吉姆·托斯一起被捕。托斯的罪名是酒驾，而威瑟斯彭则是妨碍警方执法。最终，这位奥斯卡影后为自己的出言不逊付出了代价，不但进了拘留所被罚了款，其一向不错的声誉也大大受损。